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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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指定不要说任何一句话，我们要出门。快点！我不可能现在说，这个叫做营销词。Anyways。Get depression. Okay, I have to. Thank you.
bro。你天天见到老师，你跟老师很累，下一次你坚决不穿这个，你说太痒了。我上次就已经说过很痒了，他不听。你这次再跟他说一遍。I just wanna take this thing off me.